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家鱼妹，我已经到海边了，刚刚在家里和我妈弄那个淀粉了，现在退潮了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特别紧，虾缩进去了，海里螺，个头还不错。哇，这你看，又有一个，你看稍微没注意就没看到。不过这个给我的感觉应该是空的，海里螺，果然是寄居蟹里面。我都有经验了，我被你们骗的都有经验了。成泥沙，是那个花盖蟹，因为这边这些壳你看已经露出来了，有那个颜色。夹住，夹住，好了，好像挺大，真的夹不出来。哇塞！哇！哇塞，好大一只啊！呀，上面真的是布满了这个泥沙，这应该卧在这儿挺久了。哦。看，好大一只这个花盖蟹，三头。你看它这边是有沙嘛，然后有石头又有水，这边是靠海水嘛，退到最低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一般它们都会喜欢在这种地方。站在这边高处看风景，好漂亮，这个海景，整个大海都是我的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。